周秀娜的男朋友 Avis 陈伟成和电影《喜爱夜蒲二》一众演员去到闹市派海报。最近有报道指话 Avis 原来是有钱者一名嚟噶，爹哋就在内地做建筑生意嘅，而 Avis 就话一直都冇用爹哋妈咪钱噶。不过你都开咗几间发型屋噶咯噃，好似做开发型屋都要做 salon 开始，做洗头开始。爹哋有冇注资俾你系咯？其实开第一间有帮少少咯，但系唔系，但系最屘我哋都会即系都好有一个。你都系做洗头仔先嘅。都系噶，所以都一定要我哋由低做起嘅，即系佢觉得一定每个人都一定要挨过先会珍惜，识珍惜之后。但系你系老板仔嚟噶，系老板仔。都唔系啊。洗头仔唔系老板仔。都唔系噶，系唔系我噶？系啊，我跟我师傅，我师傅跟 Kim Robinson 咁样，我跟佢出嚟，佢出嚟开，我跟埋佢走嘅啫。咁啊，娜姐知你屋企有冇钱？其实佢都知道我哋屋企，其实佢都翻过大陆嘅，翻过我乡下嘅，系啦，都见过爹哋间屋嘅。只要你咁讲，你真系有钱仔嚟噶。而同场嘅性感女星张暖雅依然都系低胸晒事业线，问到佢点解下下都咁薄咧，佢就话 Mia 话俾佢听，依家系薄杀期，所以咪要性感啲咯。之前都冻亲啦，已经因为咗太少衫，跟住身体就感冒咗，感冒系，所以因为成日都做太少啦。以前系 E cup 嚟噶，而家系瘦咗 D cup 啦，已经。